好，兩位一齊呢度，唔該。第一套電影同埋呢套電影個投資壓力咁大，係咁一定有一個好大壓力。任我拍咁，當然古生都會俾好多信心我哋嘅，即係你哋盡情地去做啦，咁盡玩啦，係啦。最困難啊，咁顧名思義，一套科幻動作片啊嘛。咁其實科幻我哋香港比較少接觸啦。咁你由一個大環境去到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電話，其實都是現在這個世界沒有的，所以你在裡面要設計這麼大量的一些道具啊，還有一些裝甲啊，其實是要花很長時間的，需要一定 的經驗才可以處理到。其實本身套戲的第一個剪接版是119分鐘，但是監製大家都傾過，因為想個節奏可以做得好啲，所以一路翻緊，即係都犧牲咗好多，即係有啲演員，大家啲好難取捨，好難好唔想 cut 走嘅，最終都 cut 走，最終都要落刀嘅片。cut 咗邊個導演？邊個 cut 得最多啊？你攞住隻嚟啊！都cut 咗好多嘅，你都 cut 咗好多，都有啲我自己好中意嗰啲都忍痛。真係好心亂啫嘛，講啊，冇意思啊，好啦，多得。得得多唔多啊？俾人唔多嘅，我哋即係只不過係喺嗰個場口裏面個節奏上問題，即係最緊要成個成品出嚟齊齊整整咁啊，真係。每晚我哋譬如大家喺晚飯嘅時候都會傾翻今日晏晝拍過嘅嘢啦，咁啊或者聽日將會拍嘅一啲戲啦，其實好多時都係討論咗嘅。因為整套電影它講緊咁大量 的動作，同埋對住啲綠幕，跟住又對手又冇存在，咁你好多唔預先大家去討論咗，其實都佢都好忙啊，收咗工佢都留喺度照顧埋其他演員嘅嘢啊，導演組嘅嘢啊，我又道具嘅嘢啊，佢全部係啊，即係佢討論，大家討論曬，好似突然間精神分裂咁啊！即係你演完之後，突然間又會變咗。嗱，我哋今日睇下啲道具有冇啲咩唔妥先，有冇啲即係攞螺絲嘅時候甩咗，即係都會喺度討論，呢啲都會討論咯。同埋真係幾震撼咯，即係可以見證到電影香港電影嘅一個新嘅裏邊，你唔止可以見證，仲可以親手落手落腳去參與，係真係對於自己嚟講真係幾震撼嘅事。你揸嗰架車都好勁。哇！嗰架車好玩到不得了，係好玩喺嗰個雲台上高，你係感覺到所有路嘅高低起伏啊、慢車啊、行緊車啊咁樣，好開心㗎。阿古同埋阿青雲兩個，你穿住30多磅咁樣，嗰套困住40多度，融咁滯啦。咁你仲要大家又做，喂阿哥又要孭住嗰一套裝甲，佢啲衫除咗青雲同阿古生嗰套，我哋嗰啲衫都係原來設計出嚟係唔係俾人著上去？係啊，嗰啲質物料全部唔係著上去，所以一著上去其實好辛苦，好辛苦嚟㗎。係同埋五六元之間咁鬼熱嗰陣時，嗰時喺國內好熱，真係我中兩次暑係好危㗎，中兩次暑係可能有啲唔夠瞓啊，同埋嗰個化妝啊，日日去現場嗰3小時就俾佢搞嗰啲爛面啊、金紋啊、殺個頭啊，又要三個鐘頭隻眼，唔係好好，即係我哋呢啲就好意思啊，我係著住件背心加 T 恤嘅啫嘛，睇住佢哋一見到出嚟，哇個黃衫條友，你要跑得住咁啊！哇，真係好幾金大大都值得，好好嘅體驗，好好睇，好正。幻片嘅迷，你哋係咪都係咧？都有冇呢個情意結嘅咧？對於呢啲，我有嘅，有嘅，因為我覺得嗰、那個即係當然我哋都中意電影啦。咁科幻電影好似我哋喺香港好似遙不可及。即係咁啱，我本身都係從事特技行業啦，以前啊，咁亦都覺得其實我哋可以嘗試跨越呢個領域咯，因為計呢樣嘢係需要有人肯去挑戰同埋行呢一步，其實好難嘅。你叫說服人哋行呢一步咧，因為咩都冇。係啊，我哋拍到古裝片，咁你都仲可以揾啲
之前做過的一些服裝你不使全身做，咁呢啲冇辦法，你全部都要做。你同樣攞樣嘢出嚟都要整過。咁所以你當大家去要老闆投資嘅時候咧，你一睇到我張張 list， 冇樣嘢唔使整。開荒啊！你真係嗰個係一個好大嘅跨越咯。同埋我太太中意睇呢啲科幻機甲片。佢知道我有份拍呢部，就開心過我好多倍。嗯，係啊，大阿伯，你老公有份去拯救地球啊！佢好開心。